哎，加油！没玩过越野，我在那个修孙嘛，我回那那地儿太平，没有地方练坡。是啊，特别好。然后我们刚才从底下上来，从下面再上来，来回来去的走。对对对。而且它这地方阳光出来以后吧，它有树荫儿，对，直接照着，一直在晒你不会。对。而且这个氛围特别好。是啊。好，早上好。